昨天在拍杂志，然后就媒体就来问嘛，然后我经纪人就跟我说，阿丁的新闻，我说又怎么了？没有了，开玩笑。然后就他就说，哦，好像有这个这样，然后问我们的回应。我说啊，我不知道哎，那当然就是祝福他，对。那后来有关心他一下啦，他怎么说？我有点忘了，我就是问，大概问他还好吗这样，那他就说还好，然后我就说哦，你真的很会，我明天有记者会，不然今天怎么会有那么多媒体？然后他就说哎呀，是哦，他也不知道啊，哎，我们这也是几世的因果才换得了今世的姻缘嘛，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，大家都会这样去联想啦。我觉得对于我跟阿丁来讲，其实都已经可以接受了啦。对啊，那其实我跟他平常真的，我们都是可能重要，只有重要的事情才会联络。那一般的时候都是把遥寄祝福之心在自己的心里啦。